那么我们今天要问，今天我们这个时间这么苦，我们跟佛有缘，佛为什么不来照顾？实在是你的业障太重，佛来照顾了，天天照顾你，你自己没有觉察到。啊，这怎么说呢？你能够遇到净宗法门，阿弥陀佛照顾你啊。观音师至照顾你啊，与你有缘的这些菩萨，比你早往生的都来照顾你啊。你没有觉察到。啊，为什么没觉察到？你心不清净，你有妄想，你有杂念，啊，有邪知邪见，有分别之处。你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，心地清净，你就体会到。啊，你会看到无量无数无边的诸佛菩萨都在你的周边为你做种种实现。啊，顺境善缘的实现，逆境恶缘的实现。一切人事物都是帮助你提升你的境界。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！你不知道，